将抵达斗阵特工，失败方做好准备。等一下，不对啊！打斗阵那群人不知道醒了没？看一下哦。我看好不对，只有两个人。好，没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人都死光了。其他的人都失踪了，怎么办？那要玩什么？还是可以斗阵啊，就两个、就三个路人了。好吧，就可能还要再指标一下。啊，有啦，一个人一个开手机了啦，应该吧台在睡。也开手机了 ，Tina 应该醒了。我刚刚看他有开你的台，都两点了哎、欸。我昨天顶，我昨天也是四点才睡啊，看到你们这时候陆续去睡觉啊。你就知道他们都，你们都，啊，你很夸张、欸，你很晚睡呢。我很晚睡，可是我很早起啊，那不一样啊。对啊，你肝还好吗？还好啊，没问题，很健康。他们才比较有问题吧？年轻真好。我跟我觉得都是蛮早醒，就只有他们比较晚。还有战利品。啊，战利品。我是肉盾跟辅助都有战力。奇怪，我的灵敏度到底怎么了？靠队友，跟平常不太一样。叔叔靠队友吗？你可以选择你玩个坦，也可以输出技。有困难。扎利亚是可以，可扎利亚不能死，就有点拼了。不要死就好了。我的灵敏度到底怎么了？怪怪的。还是滑鼠的问题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就今天怪怪的，今天的我怪怪的。你要不要滑鼠重插看看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说不是了。啊，好的好的。今天的我可能就是需要灵敏度偏低一点的操作。所以我就说今天的我不太适合玩夺命女这个意思，就跟、不是啊，看到一个夺命女手抖的跟什么鬼一样啊！不是啊，你们看我那天就是夺命女用那个哈，当七六在玩，只要输出打得出来，我管他怎么玩，我是不在乎啦。哎、欸，怎么没画面？哦，麦快哦。哎、欸，画面不见了哦！没有把它打开吧？不是啊，叫慢一点。我才准备虚浮的去跳崖耶。如果一堆坦克跟辅助还没那么快进去，就真的很痛苦。两乐多绿茶。饿了。花雕鸡面丸，完毕了耶。两乐多绿茶，人家拿的战利品而已。这只莫伊拉快三百等。炸弹鼠，好莱坞，避雷。一榜啊！那对面出一个死神，有没有？放心啊，看到壁垒他会先去打壁垒啊，打位置。啊，希望对面有三个是正常账号的。我觉得熏熏熏很眼熟哎、欸。熏，知道哎、欸。什么帮我？好的，我在这边等。帮我。他是那个壁垒。他封门了。他去那么前面封门，
他丢高、哦。好啦。要撤了，要撤，要撤了。就可能类似那种能源赚一波，有没有？嘟嘟嘟嘟嘟嘟。我的威力，我的威力要爆了，他要爆了，再三发。有，反正解决了。连酒都不知道吃了几个了，不够好吃的。哎、欸，换元四了。这个不关我的事，他直接带走。我靠，又大了。把他换了。哦，冰球，冰球！哎，你们被挡起来了。我不是问题啊，我可以飞起来。我抱他好了，他那么爱玩的话。哦，他死了。完蛋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很需要一个按钮，就是跟别人、跟队友说我在换弹的。来哈特，放心啊，立刻把所有。我现在有大了，就看我要给谁大而已。不要给我就好。给 B 嘞。你看情况吧。B 的会给，就点那种比较开了。嗯，他没过，嗯，他死了、哦。切，我就拿一下他过来，我开心开大嘞。我厉害，我的。没睡到，好，他差一点。嗨，大大，你醒了。这么早就开始玩斗智？没有，刚刚面临了一个很可怜的状况。他被人骗了。尴尬。对。我如果看聊天室说往下滑，这也是往下滑，都跳到虚空。没有没有，他只是找不到而已。嗯，那个坐标是因为那是特殊地图啦、啊，所以坐标不一定是准的，所以是这回事啊。来不及飞走，夹子。哎，撞击有伤害，我第一次知道哎。好撞。那个 D.Va 的撞啊，我撞。有啊有啊有啊。第二伤害有。你知道你 D.Va 有啊？你上机甲也有伤害吗？我知道这个，我看过那个。我看过那个 Potato 开机甲的时候把一个人打死，很想赢哦，这位。
够平衡，又加在前面。那个避雷的。对啊，那他既然要玩，就保他，就不玩球了。吃我一锤！搞笑。要这个，我还把大丢给他。这个惨无人道。我两次奈米都是奈米他。奈米助攻七。哦，只等二等了，赶到。好队友。我正好每次都可以给无缺。跳对面了。哎呀，看来要排很久呢。不会吧，肉盾肉盾也算快的、啊。不是啊，剩下两个坦的位置。吓死我，要这么快。很大，能不能给炮塔？哈？啊，不是的，不行。还是因为没睡好啊。选黑人吗？这么屌的吗？
那我觉得是该选巴蒂斯特，巴蒂斯特，巴蒂或者卢西欧啊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你给我当这种人。我找一下，看一下。巴蒂好了。不知道我也找不到什么比较屌丝可以选了。我先确认一下，嗯，会冒出头。那谁啊？拦路猪啊？什么？没放，有一个没放啊。嗯，这边有一个三等，假的啦。可是不知道是真三等还是假三等。想杀我 啊， 啊！我被撞了。我听到你下去的声音了。他跟我一起下去了。我不能说安娜的惨叫声音好长哦。我靠！直接给了他一个右键。我不行，我只能往后退了。啊！不行。哦，右键狗。没走到门。应该是有意的。哦，这没有，只麦卡利有需要注意而已啊。所以麦卡利有杀到人，有。帮我一下没有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丢了吗？我丢的那瞬间你就死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不对，不是，我在那个维生立场里面，然后我死掉了。他好像他有一定的感应能力，就是他不能跨墙。假设我在这个车子后面的话，你在那个后面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围不到就对了。所以如果我在房子内丢，就在房子内会围到。麦卡利有大，房子外就不会。好。我等麦卡利开大。我刚刚在关心我的外送，所以我刚刚很不专心的在补血。谢谢。哭啊！哎、欸！哇！我这样开，你被卡在上面对不对？不是我们的队友，怪怪的。对着一个蓝开大，你说。好多了。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他配套的、啊。对啊。所以其实也还好。我死定了。哎，后面。结果是我死定了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有卫生立场了。我正想喝杯饮料的。是来咬我吗？
喂，这样开的。悬空，真悬空。哎呀！分到了。我又打了。万一他带一锤就给他，如果锤到你有空多个的话。他先了，呀，不是他为什么被撞了？因为他转弯啊，他转弯绕过去啊。不是他，他已经撞前面那个了，没吗？撞掉了，前面那个先死了，那个砍掉了。对，他先死了，所以后面再撞的会直接死掉，就是砍会被掉。我不管怎样，大大去吧。知道了。我超残，四滴血啊，大哥。我基本上没什么在管后面的。我都直接靠虚无头而已，有虚无头我就可以补你，没虚无头我就不理你。这东西真好。这边没有蓝印的吧？没有。不是，这边别撞，别撞，别撞。从后面来那边有两，有射箭塔，可是弱点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一直一路打回去，拜拜。你完全康复了，好好解决了，解决了。我在等着你走出来一点 ，you know。等着你走出来一点，我要一丢给你。哎，那边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很多家伙声应该是还好。那个我手机塔被拆了。哇！大雷现场，可怜。为什么这个蹲在这里？走定了。人在哪？人在哪？快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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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